这是一块水晶做的一个滴水吊坠。前几天呢，一个粉丝小弟弟他们一家人呢来到附近的河边呢，捡到了一些石头，挑了最好的就是一块水晶了，来做一个吊坠，作为一个纪念，就帮他们把这个过程记录出来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